大意和开始两种方式为主。刚才呢，就是咱已经把英文法师文条当中的生息全持观音圣号的这一段文字给大家做了个简单的解释。接下来的时间就想留给大家以提问问题回答为主。在这之前呢，劝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很多祖师大德的讲经说法，他往往有当时的世界因缘，和他这个针对的对象不同。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印光法师曾经呵斥过一个要向他求手出嫁的一个女众，就是那时候吧，日本鬼子的这个飞机啊，就在江苏一带轰炸，江苏的很多这个一些大家官人呀，就是说带着他一下，家私，就是说是离开江苏，离开上海一带，到别处去寻求保护。求安全去了。那么很多信众呢，也出于安全考虑呢，也劝印光法师离开江苏，离开灵岩寺。印光法师说了，我死也不肯离去。一方面呢，他知道如果说是终身的功业，那个现前的时候，你就是离开江苏也活不成。假如说他是这样说的，假如说该我死的话，该我还他这个命的话，那么一个账单下来，我就还他了。还他就了了。假如说不该走的话，那么假如说不该还他这个命的话，我在这里也没有生命的值率啊，也没有生命危险。因为印光法师那时候非常有名的一个大法师，他还考虑到一个方面，就是说他要是离开那里的话，很多心中都会产生一种恐慌感啊，产生一种恐慌感。假如说比方现在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大法师这样宣传，两个月以后地球要爆炸了，你们就撑不起来，就不知道上哪跑了，是吧？是不是意思？因为你信啊，信法师的话，对这个法师的尊重啊，信他的话，所以当时印光法师呢也是考虑到这一方面，他就不离开苏州，不离开那个苏州，就是不离开那个寺院。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女众啊，上了印光法师那里去祈求出家，叫印光法师呵斥了一顿，为什么呢？可能以前就是他的弟子，皈依弟子。印光法师呢，在一生当中具备的是弘扬的净土法门，净土法门的方便善巧，这种简洁安全是大家都应该知道的，一个净土行人都应该知道的。为什么印光法师不让这个女众出家呢？当时那种环境不可能再给他剃度，你剃了放到他哪里？是不是这个意思？环境不允许。再一个问题，印光法师呵斥他是目的是啥意思呢？就是说我教给你的净土法门的行持，这几年来指导你，你没摸着净土法门的那种实质。净土法门的实质就是心愿性具足这三种资粮的话，你就能成就，在哪里一样修。特别是念阿弥陀佛比较方便，现在战乱时期，你非想出家上寺院来，你说可能吗？对修行已经非常不利了，这是一种外缘，恶的一缘啊，干扰了，就是这个含义。这是印光法师曾经有这么一段历史。后来呢，有些人不理解，也有的人这样认为，是女众出家不好，他给他升华了啊，歪曲了。为什么女众出家不好？印光法师都不让女众出家，他不知道当时日本鬼子那个飞机，啊，假如说要是现在不是日本鬼子那个飞机在这转悠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现在你们出家已经不是时候了。我们现在是念阿弥陀佛，念观音菩萨，祈求平安，是不是这个意思？祈求战争停息下来的时候，啊。所以说呢，很多高僧大德的讲经说法，我们一定要理解他们的本怀。还有一个要给大家展开一下，很多人呀，他就是歪曲了。比方说，我头一段时间在别处听到过，有讲怎么讲的，你说念阿弥陀佛，这个唐道不能念，去厕所不能念，去污秽处不能念。后来呢，很多人又给他扩展了。是切的菜不能念，烧的火不能念。后来我一听说，我就说，我经常说的，你走的路也不能念，是吧？你吃的饭还不能念，干的活也不能念。我说你呀，别念了，干脆别念了。除了这些时间以外，你还有什么时间？是不是这意思啊？后来我想，为什么不能念？人印光法师说的，唐道就不能念了。你看，理解错了。印光法师说的是什么呢？这个你在前段的内容已经讲了，因为有关他的一个文章。
它的含义是恭敬这个佛像和这一声佛号期间，因为要恭敬它，我们从思想上要做的入法，这样才能入法。当你世间人嘛，在家人嘛，他有夫妻生活，他这个家里肯定和我们僧人住的是不一样的，绝对不天天一样，是吧？那样的话，当你睡觉的时候，一目默念恭敬二，是因为出于恭敬心，所以你适合目默念，不适合大声念。何况大声念，你躺到的时候一语伤气，气血不通，他是这个解释。后来有的人说躺到就不能念了，我说你不好办了。啊，为什么不好办了呢？你从现在开始锻炼着躺到就不念了。那么，据我所知，一般人都是躺到才死。啊，有的人躺好几年才死，有的人躺好几个月才死，即使是突发性的事件，他也得躺到才死。你现在去锻炼，和开关一样就开始锻炼，躺到就不念了，躺到就不念了。我说那时候，你到临命终的时候，你躺到，你就这声佛号就熄灭了，没了。你怎么能保证临命终的时候正念不失呢？何况净土方面有一个要求，要念成片，要不念自念啊。不念自念是思想念佛，思想念佛前面你得要连成片，得要才能连成片。就是印光法师说的，从木之着，从着之木，从高到弯，从弯到刀，行诸多我动静那个仙我，就是口或者出声或者不出声，声或者你静或者你动，统统一声佛号，不离这个，不离当下。所以说正确理解，我们躺到睡觉的时候是默念佛号，这还是处于一种恭敬。我们上厕所的时候也是一种默念佛，也是一种恭敬。从佛的体性来讲，没有敬和慧之说，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嘛，是佛说的佛性，也就说的如来藏嘛。一些法都是如来佛性当中因缘而化现的，所以从佛性的立体来讲，没有敬慧之说，是从思想上激发我们的恭敬和虔诚心，积累我们的福报和资粮。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要恭敬，怎么恭敬？你见到真的佛像要拜，见到你的佛像要拜，见到木头的佛像要拜。有人又说了，我们塑佛像，哎，这个佛像还要建寺院，这个佛像也好，寺院也好，造完又毁的，造完又毁灭的，我们何必去建它呢？然后我就说了，今天早上你买菜了吗？买了，很高兴，茄子、黄瓜都要买了一大篮了。上哪个市场上？上哪个市场上？我说哦，你在市场上磕了几个头啊？他啥呀？我在市场上磕头，人家不看我是个疯子吗？我说你上我大殿来磕了几个头？礼佛三拜，我那就对了，对吧？虽然我们寺院的方向是泥塑的，就让你礼佛三拜，你已经种下究竟了脱之因，这就是那尊泥那块泥巴的功德。为什么我们不去塑那块泥巴？你把它弄成佛形象呢？是不是意思？同样是这个纸。颜色啊，色彩那个色彩的印刷啊，记彩的印刷，通过这种形象描绘，然后通过印刷说哗上去了，那么阿弥陀佛，佛弟子一看佛啊，对，这是佛啊，佛像，我们得礼拜好了，小一样啊，低头一拜，罪灭和尚，这功德有了啊，这个业障轻了，福报大了啊，那么就是说种下那个究竟成佛之因，因缘一成熟，你就能成佛，就是这个含义。所以我们不能偏颇偏废了实相，实相是必须有的。有人说我心中有佛就行了，以前哈有人那个一个小伙子，师傅我也不想修了，我不想学了，我心中有佛就行了。我说非常好非常好，你已经非常了不起了，这是一种相当的功夫。马上我问他，请问你几年心中有一次佛啊？他傻眼了，好几年想不起一次来，是不是？心中有佛是功夫，心中有佛是通过思想上的修持而达到的实力不二的那种境界，那和不念自念有点相似了，最起码是连成片了。你不通过思想上的修持，何来心中有佛呢？所以我问他，非常好非常好，请问你几年心中有一次佛？他想不起来了，算不过来了，好几年没一次，就是这个含义。所以我们不能偏颇思想，思想上必须要知道，必须要做得到位，哪怕就是一点小微，你做得到位了都积累福报，如果你做得不到位了，马上寻找福报。这个我在水域的时候讲过，比方说咱们绕佛叫绕又绕，正转又绕，为什么也讲了，讲完了以后一个人说，师傅，哎呦，我以前都是随便想佛绕就佛绕，想绕就又绕，就是又绕，这个不耽误你的念佛了，这个不叫假发吗？不耽误你的其他时间吗？
念佛的时候在家里煮好米做好饭，接着开始走家里念佛。你为什么不诱饶，对不对？经常讲诱饶祸福啊，反转得罪，知道不？不知道是吧？不知道谁，我们才听。好了，下边时间留给你们。这次给大家带来三种五界见鬼和八关斋戒见鬼，带来的不是很多，你们也可以拿去看，就是说可以拿一活，就是离得比较近的，拿上个一套两套去轮流去看，因为不是太多，因为50来套，这个如果不够的话，你们可以再去刻录。我的目的是什么？你让大家明白为什么三个五界是很简单的一个意味，为什么我还形成广泛，要把它刻录出来呢？目的是让大家知道。三鬼五界见鬼是这样的，不是填个表我诡异了，烧个证来我诡异了，然后我没时间，兄弟你去带我一次的吧，带着他诡异了，哪样的话得了什么功德呢？你比方说我没时间，我让朋友或者亲戚上寺院里带我诡异，得了什么功德呢？受戒有受戒的功德，皈依有皈依的功德，持戒有持戒的功德，对不对？受戒和皈依得的是个解体，我通过这个受戒和皈依的这个仪轨得到的是三鬼之解体和五戒之解体，然后我在这个解体的要求之下再持住这个戒，那叫持戒。如果说一个人带我去皈依了，是人家皈依了，人家得到解体了，然后呢他带我皈依呢，他只是把受三鬼五戒这个功德回向了我一下而已，明白了吗？我继续在持戒，那不叫持戒。为什么呢？我没得解体，何来持戒？懂我意思吗？反倒这个带我受戒的那个，他要是不杀生的话，这是持戒功德；我要不杀生的话，善行而已。那么那天也给他们讲了，在那个八关斋戒好像讲了，不再展开了。有的人这一生当中没杀生，和因为你想了脱受了犯规而持不杀生戒是两个不同概念。啊，我受了犯规以后。受了五戒以后不杀生，我吃这个戒是了脱之因，是一种功德。而我这一生当中没杀生呢，是或者你没有杀生的那种意愿，或者你就是胆子小没敢杀生。农村里有啊，来个客人，来个客，来个亲戚，哎呀，我不敢杀，我不敢杀，不敢杀不杀，和因为持戒不杀两个概念，明白吗？这你能明白吗？所以皈依要做的，这是个仪轨，通过仪轨你才叫皈依了。五戒要受的，受了你才叫持戒，是这个意思。我这个八关斋戒讲到了一点点，可以发给大家，在这不展开了，好吧？我们先测一位啊，那个。我问你做好了没？做好了没？嗯。哎，有些事问你不少，问你你问你我健康不好了，你情况你不不少了，你特情况往生就一直回想行不？好，你坐下。说回向，现在讲回向了啊。回向的意思是什么意思？直接反映过来，就是拿着我们做的这个功德，想达到什么目的？把这功德放到哪里？想达到什么目的？比方说，我挣钱，挣钱是干什么？有的小伙子，我挣钱给我媳妇买个大戒指，哎，这回向。啊，我挣钱想结婚买个小别墅，要不然你娶不了好媳妇。这实际是回向的意思，是吧？我们修行的目的是了脱，只要是个真心的佛教徒的话，他的目的一定要明确，我们的目的要了脱。哪怕就是说，我这个一念善行，或者一点善行，很小的一点善，完全都能回向。你比方说，我们放生可以回向吗？是不是？我们诵《金刚经》也有无量无边的功德，有出世间的功德，我们可以回向吗？回向到哪里？啊，念阿弥陀佛，回向到哪里？啊？来了个乞丐，饿了，给你个馒头吧。回来，我这还两个苹果呢，我一个你一个吧。可以回向吗？完全可以。回向到哪里？别忘了，我们是了脱的，就是了脱有两步，第一步是正果，第一步是往生西方。但是呢，我们末法时期的众生，当生所谓的成就者极少，也很少有那种大根器的人。所谓的当生成就，是当生正果叫成就。我们。这个净土法门的所谓的成就相应成功是什么呢？就是说是我们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临命终的时候还确实往那块去了，可是这个往生和正果是两个相当不同的概念。
往生是该要往生，我们还是凡夫，只不过是借着我们这个愿和这个阿弥陀佛的慈悲接引来接引到我们那边，我们活着明明知道自己就是上品的话或者中品以上的话，能非常明了的活着多看着自己很清楚，那么就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上那边去再去修行佛法，最后才能证果，时间是很长很长的啊。证果是究竟目的，我们念佛法门的人呢是往生是第一步要求，如果你念佛法门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一生当中没走了，就等于说你念佛求生西方没成功，这一生当中没成功，是这个意思。我们现在一般人讲那个成功与否在这里，就是在往生了往生不了，真正的佛教当中的说的成就不成就，或者当成或者来世成就不成就，在于证果，证得圆满的果位的时候，那么我们是究竟圆满的，究竟成就的，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明白了我们修行的目的，然后明白了回向是什么意思，我们就把一切善行回向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把它作为我们往生的这个资料，是都是可以的，明白了吗？你赞叹了阿弥陀佛一句话，甚至赞叹了一个善人的一句话都可以，因为语的善，身口意，一切善皆可回向功德。不要认为没力量，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让告诉我们说有十恶业和十善业呢？十恶业当中，光说语言就有个恶口、两舌、绮语和妄语，是吧？那个十恶业当中，那么十善业当中就是不两舌、不恶口、不妄语、不绮语。语言还有这么大的力量吗？它就有这么大的力量，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不杀生当中，我得给大家解释不杀生当中，其中有一个杀叫咒杀，有一种杀生叫咒杀。古代印度有一些外道修行啊，他修一些咒语，他那种咒语呢就是用修成了以后，到了一定正量以后，用咒语来杀人或者是杀鬼呀，降妖捉怪的，真到了一定的程度，他带那个鬼来或者那个妖魔来，他确实都能把他杀。因为鬼和那个妖魔，它都是有生命的另外一种形体嘛，也是一种生命，是这个意思。所以那个在解释不杀生的时候，有一句话叫不咒杀，就是这个含义。从我们一般人来讲呢，他没有这么大的能量，没有这么大的能量怎么去理解它？就是不说和杀生有关的语言。你比方说叫人家打了一顿，非常沉恨，你也打不过他，他打不过他这个嘴可打过他了，是吧？他走了，你看你用嘴骂他，让他怎么着舍猎到死啊，或者是让他怎么一样的那种语言，那就叫咒杀。虽然你当时还通过这个语言，他还没死了，那么就等于说咒杀而未遂，也是一种咒杀行为。所以这个语言也非常厉害啊。所以回向功德也是这样，回向功德的方法是什么呢？方法是可以是世界上，先讲世界上的方法。世界上的方法可以你做完这一个善事以后就回向一下啊，或者印了经了啊，我们印经了，印经的功德圆满了，其实还没放下去哦，我们这把印经的功德回向给十八界一切众生，让他们脱离众苦啊，或者回向给西方极乐世界作为我们往生的资料啊，做完了这个事就往回向一下。一般的功课万能的一轨后边都有个回向，你看今天咱们发经的时候开光的时候有回向啊，这个这是功课依规要求啊，也可以是什么自己做课的时候也可以几天回向一次，那还是可以。以正确认识，这是世界上的回向。方式上的回向就是可以是佛前跪下虔诚的回向，我愿意把生生世世修行的清净功德回向到西方极乐世界啊，生生世世修行的清净功德，那就不包括都包括了，也包括零七年了啊，也包括了零八年的奥运会的时候，就忘了看奥运会球赛呢，照常也回向，是这意思吧？说啊，佛前烧香跪下，虔诚的说，发自内心，语言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默念，比方说大家做完了课以后，同心回向完了，你再默默的祈祷一下，也是回向。在这儿给大家解释一点，祈求本来就是回向的内容，啊。愿意分功德，放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然后回向完了，不行，我那小孙子最近不是太听话，好像是他身子很累，八字有点乱，经常碰到窗口，就悄悄的愿意分功德，回向给我的小孙子和他的冤亲债主，不要在窗口了，也可以嘛，就是这含义。
这会相啊，不要，还有一个内容关于会相的内容，不要怕啊，我把那个功德会相给司法界一切众生了，把我那功德送了一部我的那个弥陀经，把我那功德又会向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哎，想起来了，我马上有病了，把我那功德又会向给骂了，又想起他医了，哎呀，我医很重，马上就把他功德会向给他医了，不行，我骨还有病，害怕了，我这样会向我还有啥？他没啥，我这样会向自己还剩下什么了？这是不正确理解，所以大家尽量的去会向，大力的去会向，大胆的去会向，努力的去会向。这是菩提心的一种体现，你的目的是把你修行的法这种功德回向给司法界一切众生，回向给苦难的众生，这也是一种法布施，懂不懂？这个法布施这个功德是非常之大，比你拿的几万两加的资源都大，懂不懂？要学会修行，真会修行的人啊，悄悄的就成了，他不一定非修说我怎么样、啊、没说，悄悄的成了。青海的有一个石匠，这个石匠啊，他是守孤于人，家里是牧民嘛，放牧。青海，他非常贫穷，哎，也说基本上温饱，简单的就是简单的温饱，能现在嘛，简单的温饱能掌握，这才不几年的时间，他创建给人家石匠嘛，就是雕刻佛像，雕刻塔，刻那个佛经啊，是人家化了缘了以后。发心刻佛经，发心塑塔造塔，是叫他帮忙，他领点工资而已。但是他一个修法，这一生当中都没露，谁都不知道。这个雕刻的时候，就是中国的吃完饭了，哎，你们忙吧，拜拜了，闪着光走了。大修行者，哎，谁都不知道他在修法，普通的一个石匠而已，这了不起，了不起。所以我们大家一定知道，谁也不要小瞧谁，谁也不要看不起谁。原来在普照寺门口有一个要饭的，这个要饭的可能大家都记得，下雪的时候他推了个小车，上面有床被子，下雪的时候他就在那个买票的那个门口间，就在雪地里住。我那时候在普照寺的时候，那时候普照寺供养大一些，我们寺人又少一些，啊，这个发挥完了分很多好吃的，啊，水果呀、花生啊、糖块哦，青菜。但是呢，我们呢平常不好吃这个零嘴。后来我叫另外一个居士，我说你拿点这个分给这个果子，你给那个门口那个要饭的，冬天了嘛。这个人就说，你看他那样的，傻乎乎的，我就错了。傻乎乎的是他这一生的业报，先别说他是不是实现，假如他实现，那他更看不明白了，是吧？他里边到底是个谁呀？不知道了。假如他真就是傻乎乎的，也是他呢这一生的业报而已，是不是？当他这个恶报报完了的时候，他那个善因成熟的时候，说不定他能给咱讲法啊！我说朋友们，他已经对，马上给他，马上给他，就是还一定要正确认识。在行动寺的时候，我给他们开个玩笑，我说我们不但能摆佛像，我们还能给人礼拜，这当然是给人礼拜说的，僧人和僧人互相顶礼。在家受了菩萨戒的居士也能互相敬礼，这是依规范的要求。当然你不敬礼也无所谓，心存善意，一定要恭敬，一定要明确，知道这个含义、这个原理，是吧？后来我还给他们开玩笑，我说逮住那个老鼠，我的行事敬老鼠，很多老鼠，逮住那个老鼠，我说给他敬个礼，吓了他们一跳，一跳，啊，师傅你能给老鼠敬礼？我错了，敬礼老鼠的佛性，敬礼老鼠的佛性和敬礼这张纸的阿弥陀佛的佛性有什么两样？佛性本来无二无别嘛，是吧？是咱这个凡夫用咱那种障碍之眼看他是个老鼠神性，说不定他蹦起来都跑了，是吧？是不是那个意思？我们要一定要正确认识修行啊，要命理，要掌握正确的修行方法。这个掌握正确的修行方法，等会儿再给大家解释供养和布施，好不好？你知道回向了吗？所以回向就是了，非要看能回向有力度，就是大大的修行，多念阿弥陀佛。本来我念了一万句阿弥陀佛，回向了，想叫他有力度，一天送10万，啊，天天送，那么4天都是100万了，知道了吧？你拿了4天的100万的这个念佛的功德去回向，去成就一个事情，将会很快响应的，很快你就会有收获的，是那意思吗？哦，从大悲咒的要回向给家人和自己，不错，他把家人放前面，
一般的一个人掌握风大为主，咱要回想给自己或者是家人，这说明他的临风大为主还是有菩提心，先送给家人，先回想给家人，再回想给自己的。刚才已经讲了回向的那个原理方法，就是这样的。所谓的回向，它并不一定是哪种形象，你不要说我把诵十遍大悲咒的功德回向给哪个而已，然后我用你念了49遍吧，十遍给谁，最后我只有剩下了9遍了，不是那个意思，就是回向。一般的我的回向文，做完了功课也好，做完了包括讲完法好，一般的回向给十法界一切困难众生，让大家统统要好。我在水域的时候，我给他们开玩笑，我说十八届一切众生，包括你们吧。他们一听，是啊。我说为什么你们来听经啊？可能就是因为我唱起回向来的，这是个法缘嘛，是不是？这个开玩笑啊，但是你佛理是讲得通的哈，佛理是讲得通的，这个能知道吧？这个能知道吧？来问好不好？我俺个儿子去年说不是一病了啊，我从去年我说替他回乡，是不是你的问题？好，我一直就是替他回乡。好，你坐下。嗯，你这个概念你自己没搞明白。嗯，所谓的回向就是自己在回向，不是替谁回向。回向是什么意思呢？我念了一句阿弥陀佛，他有功德。我拿了这个功德是回向给我的孩子了，或者我的孩子他的冤亲债主了，是这个意思。是替他在修行。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功德是谁做的？是我做的，懂这意思吗？是你做的。你念了一句阿弥陀佛，产生了很无量无边的功德。拿了念佛的功德回向给你的孩子和他的冤亲债主，是你替你的孩子和他的冤亲债主在修行，修行产生的功德回向给他，懂吗？就像你在出去打工挣钱，回来给你的孩子盖房。是这个意思吧？很土，但是你帮助大家理解，不要这样认为。我念佛就是为了盖个房，可不是那意思。是我们出去打工回来挣钱来了，给孩子盖房子，就是我们付出劳动，叫孩子们得到这个效用，得到这个受用，好不好？我还是得替他在家回向给他，不是替他回向，是回向给他，不是替他回向，就回向给他。对了，明白吧？你是在替他修行，要想自己的家人好，那么就是咱们修行功德，努力精进修行功德，回向给自己的家人。懂这意思吧？不是替他回向，而是替他修行，回向给他。是这个意思，好吧？讲供养，供养我还在别处讲过，在这边没讲过。供养，供养严格的讲叫分开的话叫上供下施，下施就是布施。我们平等的这个辈分的可以叫到布施，对于下三恶道，你要恶鬼啊畜生可以叫到布施，对于乞丐可以叫布施。我们对于师长、自己的师傅、自己的长辈，包括三宝叫供养。是以自己的某种东西来贡献出来，奉献出来，让对方获得一种安逸，这是供养的。供养和布施的真实含义，供养和布施实际上分着两大类啊，这是一个含义，再加上思想上怎么去分辨。这个供养也好，布施也好，咱们就不说布施了，就说供养吧。供养有好多种。其中有思想上的供养，思想上的供养是，他一句话叫“顺境成色”和“一变无量”，把那个什么过来了，“顺境成色”和“一变无量”。顺境成色就是一切所看得到的，我们看得到的、买的、做的等等这一些，叫顺境塑形。把这简单的词给大家写出来，一看就明白了。如果不写的话，大家可能不知道啊。世纪成色和一变无量。世纪成色，你比方说我们供养的水果呀、饮食呀、包括这个茶水呀、奶呀等等这套，都是世纪成色。包括这香花灯，这个统统叫世纪成色。它又很外八功内，这是供养。
样的思想上的供养是四季陈设和一边合的。这个四季陈设有四季陈设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拿了一个香花或者塑料的或者绢的或者是真正的鲜花来到佛堂的摆布啊布置，或者到僧人那里去进行法事的时候这个拿的吃的啊，这也是叫四季陈设。那就是佛堂上或者三宝处的这个供品的供养，你比方说面条啊馒头啊糕点啊等等都是，包括水果呀、啊、这就叫四季陈设。可是有的人不知道除了四季陈设以外还有什么，那么底下就是一边无量了。这个一边无量这说的快了，这一边无量是什么意思，就是供品啊在三宝处在佛堂里甚至是在寺院的大殿里统统可以用观想来完成，能明白吗？观想完成能明白吗？不明白啊。我原来给大家解释过，就是你比方说我想去哪个寺院，你比方说咱上普罗寺，上普罗寺开饭会去，大家都买花，一问你了，一朵花10块5块，哎呀我还有2块钱，没办法买不起了，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了。但是我非常想供养这一束鲜花，那怎么办？你就用一边无量。那么到了普陀寺以后，到了佛堂的磕了烧香磕了头，然后你哎呀佛陀呀三宝啊，我今天很想供养你们一朵鲜花呀，来世我不是有个长得漂亮的那种果报吗？那怎么办呢？我钱不够了，我想吧，一想10朵了，你想10朵，用10朵来供养，你马上就得到供养4朵鲜花的功德，一边无量嘛。你也可以想成100朵，对不对？你可以想成哦，满山遍野的全是鲜花，就是一边无量，这是非常有用的、有效的。我告诉大家这个方法，并不是让大家上寺院来统统想的。师傅，我给你100块钱，好，咱们减负吧，还来了个金蛋蛋，对不对？不是那个意思啊。因为思想上的供养是非常有必要，但是你真正学会修行的，那么可以加观想，加观想，你可以拿着一朵鲜花作为一种怨气，我就能这个力量达到一朵鲜花的力量，我就有这个作为一种怨气，我到了寺院的时候上佛前一供，马上你想的这一束鲜花不是一束了，满山遍野的统统是鲜花，叫它长青不败，无量六色，哎，想啥它是啥，妙哉，是不是？一点无量嘛，就是这个含义啊。但是你在这里一定要知道，不要认为实际的东西不可用，可不是那个意思啊。实际的东西往往还是反倒非常有用，因为这个佛前上供啊，它往往是用实际的东西来引发啊，就是做一个好的缘起嘛。你比方说供灯吧，也是这样，供灯你比方说你供1盏灯挺好，你想供10盏灯，可是你这个佛堂小啊，眼子大，或者就是说你那个能力达不到，可以点上1盏灯，用这1盏灯带1万灯是可以的啊。我佛堂小，我供了1尊佛，可是你这个佛很多，前佛明镜、晚佛明镜，凡是5佛、50大佛，那非常多非常多，那怎么办？我不可能再给它填满它。所以你得一定要明白，佛心是无二无别的，以一佛代万佛，那是一种修行的原则。你磕头的时候，定力释放凡是一切诸佛，统统都有用，就是这个含义。所以大家明白道理的时候，就不会去四执，四执的时候就遮挡了自性了，智慧不能开显，是不是这个意思？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释迦佛说为什么有众生只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就是这个含义啊。这是供养的一个解释啊，大家知道就行。一边无量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懂了吧？再问师父，阿弥陀佛。好，阿弥陀佛。无上正等正觉无上是否是大觉生？是高的没有再没法再高，还是平等还是无上？好，出来。无上正等正觉，那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直接翻译，
翻不脱了，反正翻不提，用咱们这个语言来讲，直接翻译成无上正等正觉。为什么现在还沿用翻不脱了翻妙翻不提，而不翻译成无上正等正觉呢？在经文上，它不翻译成无上正等正觉，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是因为无上正等正觉有非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和含义。正等正觉，觉大家知道是觉悟的意思，明了的意思。开显一切如来智慧的意思。那么等呢，就是平等，在佛性当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没有善恶，这是佛性。它是觉的，不是因缘而生。因缘而生法，它是相对法，是生灭法，是世间法，是无常法，也叫缘起法。这个佛性呢是无二无别的，从来就有的，本来就有的，也不可能灭了，不可能灭亡的。他那个佛性是不垢不净的，不增不减的，也不因为你是非常出名的，这个佛性作用在你的身上再高一块，也不因为你是个要饭的，佛性作用在你的身上它就减一块，这叫不垢不净，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个含义。释迦牟尼佛的教法灭度了，是思想的灭度，佛理并没灭度，也就是说这个如来本性并没瞬间，这是真正在佛性当中，立体当中是平等无二的，没有相对，没有前后上下高低群成均之说，懂那意思吧？无上呢，就是叫没有在上，高于一切的意思。在这里这样解释是解释它的这个文字的含义，在这里解释佛法的含义。佛法和其他一切教法和其他一切外道和世间法相比，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用四个字来代替它，我就是体悟到佛教的这个四个字，我才发现出来讲是究竟圆融。究竟啊，就是彻底，不失一块，不缺一处，这叫究竟啊，这叫圆融，这叫圆融。这个究竟呢，就是根无就有的，从来如此，过去也是这样，现在也这样，未来还是这样。究竟就是说彻底的意思。圆融就是不缺的意思，懂吗？圆融就是不缺的意思。任何的思想、任何的法，都在佛法的解释范围之内。佛法涵盖了一切法，是这个意思。佛理涵盖了一切法，它是不缺一处的。任何法没有高出它，没有了出它的，所以它叫无上。它叫无上，没有在高高于佛法的，这叫无上，因为它比较圆融啊，不缺一点，这叫圆融。究竟呢，就是说彻底。从上到下，你说高它最高，你说低它最低，你说胖它最胖，你说瘦它还最瘦的，是吧？一个大个子，一个，你说如果说你参加一个全世界的这个比高这个活动，你是世界第一高人的话，如果反过来再举一个什么例子，再要是选全世界谁最低，谁是修真小美人，完了，他倒数第一了，是不是第一？是不是那意思？方法不是。方法就是非常的究竟，究竟就是彻底，放到哪里都行。究竟圆融，圆融就是不缺，究竟就是彻底。所以这个究竟圆融这四个字让我出了价，是这意思吧？所以这真是无上正等正觉的含义，无上正等正觉的含义。为什么不翻译它？因为真正的真的无上正等正觉的时候，绝不是用语言和文字所能描述出来的。我们只能是用直译过来，知道是啥意思而已。懂那意思吧？这样能明白吗？反正是。佛教的这个立体上的一东西啊，我们只能是从思想上来帮助理解，来帮助理解。想到一个天，我们想的是我是现在知道是生相处法里面，如何才能做到不做这一点？好，坐。不住相不是，不住色声，不住声香味触法不是啊。实际上它是一种列举，还是一种不住相不是，就是不住相不是是一个同事，底下是一个列举，是吧？所谓的一切相，就包括了色声香味触法，在这里这个法呢，包括这个想法念头，啊，这个也就是说，一般的是下意的法是这样说的。
不住项目是就包括了不住底下的一千钱，它是一个一句话，前一句话是同事不住项目是，后边呢是两句。实际上我们怎么正确理解，就是不住项目是。不住项目是也叫反论提供不是。反论提供不是是什么含义，就等于说假如说我拿了一个东西不是给一个乞丐的话，拿了一个馒头不是一个乞丐的话，我不要执着于我在做这个事儿嘛，我不要执着于给了谁了，我不要执着于我给你是个卖馒头啊。反问题空，不要执着，这是个关键，并不是说不存在对方乞丐，也并不存在我这个心不是这个人，也并不存在这个馒头，懂了意思吗？是二是不知，思想是有的，不执着它是我们修行的一种心态，也是正知见，懂了意思吧？假如你这样说，来，我给你个馒头，你可记着我，我叫人情啊。那他记住你了，你是换了个名，你拿了个馒头换了个名啊，是那意思吧？哦，记住了，人情有个馒头，我记住他了，换了个名而已。哦，来，这个啊，来，我给你块馒头，到我饿的时候你再给我。那这等于说你换了个世间福报，当你遇到了我缘的时候，可能这个人在和你碰到一块，他能有布施给你，能在救济给你，这是世间法，也叫生灭法。所徒劳就是一种世间福报。假如你不住相布施，就等于这个和这个如来相融了，就等于说我就是求着往生，求着了脱，求着正果，那么它就作为一种正果的一种资料来显现，就这含义，懂吧？不住相布施就是严格的讲，从简单的解释的话，就是不执着，并不是没有，并不是不做，不执着。我们修行也是这样，行善也是这样，一定学会善巧，一定学会善巧。修行人如果学会了善巧，在佛菩萨的加持之下，在龙天护法的护佑之下，包括了我们讲往生咒的时候，它其中有这么一种功德：现世冤亲债主不得其便。什么意思？冤亲债主不得其便，就是说我们过去得罪过好多人，结了很多冤仇，也该很多人的，或者是经济钱啊钱财，或者是民债，或者是情债等等等等。可是你这一生当中，他们想上我们这儿来讨来乞讨，假如我给人家的命，这一生来乞讨的话，这个命就没有了，是吧？真正学会修行的是一种积极的改变，佛教是积极的。那么我们在佛菩萨的加持下，龙天护法的护持下，我们努力的断除一切恶缘。解除一切恶缘，断除一切恶缘，努力的成就佛果。在我们成就佛果之前，你可以大胆说，等着以后还你，明白吗？你比方说我给他十块钱，过去曾经给个人十块钱，可这个人你死了，和我不一路了，他是鬼了，哎，他看到我了，我看不见他，我在这将近他来了，哟，你还在这将近，你给我十块钱，他来我要，等着，嘿嘿。我现在给你十块钱，你没法花，你们那边不用啊，是不是？现在你们的回钱我这没有啊，那怎么办呢？等着，我把讲法的功德回向给你。讲法的功德是无量无边，修法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拜佛的功德、念佛的功德，统统是无量无边。我们就拿着这种无量无边的功德，回向给十法界一切众生，回向给自己的冤亲债主，以此化解恶缘，偿还业债。懂了意思吧？比方说我给你十块钱，我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功德能卖十万，打个比方说，来给你这声六字红名，你一看，他一看，哦，这你值十万啊，那十块我不要了。这是个比喻啊，比喻。所以为什么能消业，为什么能断恶缘，就在这。所以我们回向啊，一定要学会，非要回向，拿着自己修行的功德去回向，不是打白条，现在打白条统统的不行了啊！过去几年打个白条，等着我念了，我给你啊！你的是念了，修了，拿着功德回向，是这样，懂这意思吧？修行人一定要学会善巧，我们不住相布施就是一种了脱法，住相布施就是世间福报，祈求世间福报。刚才我举了个例子。我叫啥啊？我给你这个啊，你叫明白点。他宣传谁是好人，他帮我了。你赢得了就是这个名，你就是用拿那个布施的这种功德换取了个名分而已。就等于说我拿了个钱买了一支钢笔，我这个钱换成钢笔了，我拿了钱
买了一个杯子，我的钱换成杯子了，以杯子的形式出现了，对不对？我的钱存到银行里，你说我这个钱是个什么物呢？假如我买汽车，它就是汽车；我买别墅，它就是别墅；买个戒指，它就是个戒指，对不对？它可以发现很多，这是个比喻，能懂吗？五柱香布施是一种功德，拿了一种功德作为我们成就的资料，这是修行人应该做到的。这个能明白吗？金刚经不好讲啊，金刚经很不好讲，很不好懂，很不好懂。因为呢，般若经，金刚经是般若部里的一部经，般若经讲的是如来本体，如来本体呢，它没有名分，没有形象，没有颜色，没有大小，没有形状，也没有声音。那么你用任何的实相来解释它，都不是它本身。还有一个问题，当我们没证得的时候，你怎么讲它都听不到。仅仅是对理论上的一种相对正确的认识，懂这意思吧？这个接下来再给大家念一段吧，念一段《英华社文钞》上的《英华社文钞》这一段是功夫境界，关于念佛方面的功夫境界的一些开始，给大家念一段。这一个是大佛徐福县女士的一封信，当中有这么一段：念佛非一切事一切处皆无妨碍，然需常存敬畏。念佛是一切事一切处都没有妨碍，都可以去念，然需常存敬畏，必须使佛像使佛像一切像一路佛佛一样。常存敬畏啊，是恭敬之心和畏惧之心。恭敬虔诚是对佛法来讲，畏惧就怕又说冒犯，又说造次，或者畏惧就怕自己哪一点做不到，造下恶因啊，或者对佛法他不恭敬了，是这个含义。必须使佛像一路活佛，使佛经足于一路佛祖对其说法一样啊，就是说。你看这佛像就像活着的佛存在一样，就是这个像在，就像真佛在一样，就是那个意思。使佛经足于一路佛语对其说法一样，一路佛祖对其说法一样，就是佛经啊，佛经是讲的法，那么祖师也是讲的法，佛经啊讲的道理也好，祖师讲的道理也好，你就把它看作是佛亲自在来讲法，就是这个含义。所以刚才就是那句话了，无论多少人讲法，只要他讲的和佛是一样的，那么就是一个法，了脱之法就是佛，是那个意思吗？就是一条路，了脱之路。不敢少存疑问，即平时念佛，生莫随意。平时念佛，生莫随意，就是出声念，大声念，小声念，这叫生；莫念是叫不出声念，都是可以，随你自己的便，随你自己的。自己的方便，若睡卧或者是睡觉的时候，大小便就是接收的时候，上厕所的时候，早晨地足，洗澡的时候，洗脚的时候，即经过臭秽不洁之地，皆宜默念，不可出声。出声则变为不恭，默念则功德是一样的。这个刚才那段实际给大家解释了。无常位遇到佛法时宜，须向恭敬中求。这是无常位，就是印光法师自己经常说，想得到佛法的实际功德，须向恭敬当中而祈求。恭敬当中祈求是什么意思？你存一份恭敬，有一份恭敬则消一份罪业，等十分福慧；有十分恭敬则消十分罪业，等十分福慧。这个你和大智度论上讲的一样，大智度论上讲的，心则能入，智则能动，心则能入，智则能动，是一样的。经常也讲啊，心为道源功德母，照样一切诸善根，信因你才能虔诚，虔诚就表示你信了，是不是道理？若或了无恭敬，则无种原因，则分种原因而知满之罪，就不堪设想者也。假如说你没有恭敬之心，非常散漫啊，非常当儿戏，你虽然种了个愿意，你像好比说我念一句阿弥陀佛，非常儿戏，非常有一种傲慢的那种心态，你念了句阿弥陀佛，功德是有的，
仅仅是中了个九经成佛之因，非常远的一个了脱之因，当时很难起相应，很难激发这种功德，并且还有这个知慢知罪，那个意思是功高我慢，亵渎嘛，是这个意思。今者在家读佛经者，皆犯此定，归有缘者前没准准言辞，就是说印光法师在世的时候啊，他经常看到这个众生有这种犯这种错误的，所以他经常看到心中就降，看到心中就降，要存有恭敬。这一段是讲这个功夫和境界是怎样修持啊。接下来还有一段是这样的：念佛必须摄心，念从心起，声从口出，皆须字字句句分明了了。念佛必须摄心啊，和那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上讲的，毒摄六根境界相继相似了。毒摄六根境界相继相似了。念佛有四种方法。念佛有四种方法。一种方法是支持名号。支持名号，这个咱们很多居士用的就是这种方法，因为他没掌握其他方法，没接触其他方法，甚至不知道还有其他方法，最主要的就是不知道念佛的本质含义，所以他掌握了其他方法，就是现在这种那个六欲六臂了，就是说这光的支持名号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支持名号的，脑子还打妄想啊，那个妄想纷飞，光就是口号念阿弥陀佛的，很多人是这样念佛的。很多人是这样念佛，一个是支持名号，一个是观想念佛，观想念佛，再一种是观想念佛。当观想念佛没有功夫的时候，那么用观想念佛来代替，看一看方向，向好庄严，然后闭住眼，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么就是说在眼前持住这个佛像，这是用观佛像的方法来起住那种观想念佛。真正的念佛方法是一直不忘，一直不忘。这个在观无量寿佛经当中有所开示。观无量寿佛经当中到下品的时候讲到啊，这个持名念佛和一直不忘是不一样的。平常说那个念佛应该是一直不忘，还有一个思想念佛。在这里你说念佛必须摄心，念从心起，声从口出，皆须字字句句分明了了。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观想念佛，抓住这种符号，观想。抓住这种佛，从心起，从口出，从耳入，隐于心；从心起，从口出，从耳入，隐于心。这抓住这种佛号，不要它跑了，这叫观想念佛的一种观想的一种方法。真正的念佛想得意，观想是必须的。很多法门，佛教当中的很多法门，包括禅宗，包括密宗，包括净宗，包括律宗，统统不离观想二字，包括我们的。天台宗只管也不离观想二字，念佛法门很少有人提及观想。我劝大家课下看一看观无量寿佛经，我劝大家看一看，因为不是很长，非常得受用，明白吧？这里在这里有学十二谛听，字字句句纳于心中，二根一摄，诸根无有外持，是数科俗之一心不乱。大师之所谓的毒摄六根境界相继得三观第四为第一，即此是也。就是大师之菩萨那个，毒摄六根境界相继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观想，就是这种方法，通过这种方法来达到毒摄六根境界相继，来达到这个连成片，就是熟可俗之一心不乱，显一心不乱，才能连成片，就是这个意思。最后才能达到不念自念，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大家知道哈。云光法师还有一个劝解是劝月经济，劝月经济是云光法师的一个愿那个一个愿望。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念阿弥陀佛，不光是念阿弥陀佛就能希望，要多看经书。云光法师他是一点重视，他让多看经书，是这样说的：居士当以研究大乘经论，开圆顿解为先道，心愿持名求生西方为正行。心愿持名求生西方为正行，至于居士
至于举行形式或空过其理不止啊，服效力不绝，到校约按时劝书及法院主令。按时劝书可能大家都知道，见到过啊。按时劝书说他主要是讲的因果，主要是讲的因果。但是这个按时劝书呢，在现在的佛教界，就把它视为施展善术，它绝不是经书，不是经书。这法院主令呢，它是佛教的东西。法院主令啊，被佛教界人士视为佛教的百科全书，佛教的百科全书，它那里边内容非常多。劝大家结婚姻缘还是看法院主令，多看佛教的经书。院一个草头一个院，法院主令。自然法法透透，又说去则心心念念啊，物或欲啊，就是你当你明看了法院主令的时候，或者看了按时劝书的时候，那么就是在这心理上、行为上，就生出了恐怖心，知道因果的可怕了，是这个意思。上有恐监察不济，当须复有敌军攻过格，着实行取，则朝番入胜。断和正人与正旦不容，当推军为第一。那个意思是在可以看那个功过格，这也是劝人行善的一种善术啊，就是它一种格那个诗词的格式。功过格乃命云谷禅师传原料饭者，就是他的一个云谷禅师，明朝的云谷禅师啊，传那个原料饭去世，且不可为其啰嗦而冒失之。这是大夫邓新安居士的一封信。接下来看一段是大夫周之茂居士的书信。看经啊，有为种善根，有为开之见，有为做功课之不同。为种善根则三道通，就是说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都有种善根的这种功德啊，无分彼此。不分彼此，哪一部经典都有种善根的这种功德。未开之见，则取其意与明了而复其机者，相开之见。那么你就是选择一种容易读诵的，并且是讲得清楚的，适合你自己根基的那种经典来读诵。为做功课，则专心手持一种耳聋啊，至诚恳切。目之看去，解也不分别，不解也不分别，看之久久，即当夜宵之囊张尽服从。那个意思啊，我们假如说看经啊，别管是哪部经典，都有种善根的这种功德。假如你想开显智慧呢，你比方说我是修身净土方面的，想知道净土方面到底怎么回事，然后你可以看一下，无量寿经啊，佛说无量寿经。看一下，那个观无量寿佛经，读诵一下那个那个佛说阿弥陀经，这个你这个讲的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报庄严，讲到阿弥陀佛者生、弥勒佛的殊胜功德，并且讲到你怎么去念佛，往生，是这样，它能开显智慧。假如年轻啊，有精力啊，有文化，可以多诵金刚经啊、心经啊一类的，那个是开显智慧，博乐部的经典。假如说为了做课，那么你选择一种或者两种自己愿意读诵的经文啊，就这么读诵就是了。太开始的时候也可能并不理解，就是说理解你也不要分别它，不理解你也不要分别它，作为顶课你就诵就行了，就是这样。接下来一段大夫周之茂居士的一封信。倘有余力，就假如说你还有剩余的时间、剩余的精力，读大乘经不妨碍随意手持读诵，若不大乘经典都可以去读诵，这说明了你有时间、有精力啊，并且是有文化。当你执行手持为本，不管读诵哪部经，你要执行手持它，就是虔诚恭敬来读诵，这是方式心态。读诵的过程当中，你以文字来记录这种观想，所谓的以文字记录观想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尽量的去理解，很容易理解嘛。
啊，你比方说佛说阿弥陀经，一次佛在社会过与某某某某某某啊多少人去，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说他描述你读诵这个文字马上知道一个什么事情啊，执行受持切勿急于洞察其理理为实，不必要上来就执着于马上知道他这里边到底是啥深意，不必要执着。随着你的功夫的提高，随着读诵的这种数量的这个增加，那么这里边这个心意啊，慢慢的也就知道了。我能执行之际，脚力自会透彻，裸弦与透彻，我从支撑啊赤峰骨及透彻亦无失意。那个意思是，你上来就追求，想明了这里边到底是什么含义，而不把功夫用到执行松弛上，可能就是颠倒了。你上来就是我执行虔诚恭敬的松弛诵这部经，慢慢慢慢，他这个深刻的理解呀，就开显出来了，是这个意思。接下来一小篇说的是法门应当等那个应当应急，就是当应急，法门当应急，这是答复永嘉某一个居士的一封书信。那这样说的，长子里了脱则难，长子里了脱也很难，长佛里了脱则比较易。这个修行佛法是这样的，建议末世众生根基努力啊，故特开净土法门。因为末法时期的众生那个根基啊非常利啊，福报不够了啊，所以说呢，就开了个净土法门。因为净土法门是必上中下三根登蒙利益同等不退，因为净土法门是上中下三根都能得这个真实利益，同等不退，同等开放极乐世界，正不同转包围。所以这是末法时期开的这个净土法门，对，世间有好高无甚者，不管是己每一多分不能起舞者，令人寻衅，其一分一身善，然越教而一己，则其用力也多而得力者少也。因为这个方面啊非常多，假如说你光谈吐哪个方面比较殊胜，比较圆融，比较高，比较深，而不观察众生的根基，而不观察自己的根基，光单纯追求高深的话，那可能与当下不那么相应，是这个含义。当然，这个经是好的，高深的经也是好的，啊，大乘经典也是好的，啊，你比方说《妙法莲华经》、大乘《大鹏广法华严经》，这都是好的。可是对于一般人来讲，对于那种这个知识水平有限的人来讲，你叫他去诵《大鹏广法华严经》，可能难度就很大，因为它相当长。啊，相当长，所以法门应当对己，叫观其斗教嘛。